这个主件呢，有比较多元多样的作品在这里头，主要是围绕在女生爱美的这个议题上面哈。有2个珠宝盒，一个是用菖蒲花做成主题的一个珠宝盒，另外一个就是用我们过年常见的这个水仙花哈，两个都是非常喜气、非常讨好的这个花。那在珠宝盒的这个附件里头呢，我准备了几个饰品，有2个手环、2个领结，还有一个项链哦，整组都是一个饰品组哈。那在使用的技法，当然用了平时会用了休漆，用了贴箔照明，以及用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少看到的，就是彩漆魔藓哦。那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讲，这些东西都是装扮非常好的材料，那也可以凸显出来，我们漆器哈，不只是在器物大型生活的器物上，就连我们的装饰也是非常好表现，让我们的衣着可以衬托出来更高贵、更有质感的一个美材哈。那这个手环有2个不同的做法，一个是贴箔，那另外一个是单纯的修漆魔藓。那两种不同的色调有不同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搭配的服装，那搭配2个手镯有不一样的这个胸针哈，那随人喜爱，那我喜欢送给朋友这些小作品。